阿里山鼎湖步道拥有孟宗竹林以及天然的原始林栈道，又有海洋生物的生痕化石观音石，是一个提供生态教育以及休憩很好的场所。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到芬多精和森林浴，吸取天然灵气。通往海拔1700公尺高的鼎湖步道，沿途竹林密布，犹如电影《卧虎藏龙》中的情景，是浑然天成的步道游踪圣地。有这个机会来这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啊，哈，哦，让我心旷神怡啊，嚯，我行这条路吼，哦，规个心情拢放轻松个。阮已经来这处第六处啊，哎，啊，阮普通时吼，拢头一年来一遍，哎，啊，来这空气真好，所以阮这个所在，阮时常足爱来安尼。阿里山鼎湖步道奇石林立，有350年老牛樟树、绿荫巨石。约5-6层楼高的海洋生物生痕化石，坐拥大洞山脉入口的山林平台，万种风情的迷人景色，被称为阿里山区的世外桃源。鼎湖步道虽然是在一个凹地，可是风景非常的优美。那可以结合我们的大洞山，因为从去上大洞山看日出这边是最近的，差不多50分钟，而且看日出不输给阿里山。我们这里的艰难的原始林哈、杉木林，还有我们的那个竹林哈、不输那个卧虎藏龙啊等你来的场景哈、海拔虽高，但全长1800公尺的鼎湖步道地势平缓，便于行走，提供民众以步行体验阿里山之美的另一个选择。前方亚太电视叶玉明台湾嘉义报道。